顾老师好。美花姑娘好。没吃呢吧？没呢。一块吃吧。你不觉得最近大街上的姑娘们都瘦了很多吗？啊，您是够瘦的。你吃您的吧，我还得干活呢。真不吃啊？嘿，来了啊！不好意思，昨天拍差不多了，我想着今天再补几张。没事没事，拍吧。啊，好，谢了。哎，哎，蒜瓣，嗯，我说，加上这个更香。现在啊，这得五六十岁往上的人才好这口，才惦记着。年轻人呐。不包括你啊，不喜欢我这东西。那他们没这口福。哎，你说这姑娘啊，还真是不错。昨天拍了一天呢，今天又来拍了。可惜啊，她不爱吃我这碗。得，你吃着。哎，您忙着。